工的态度，用心生活。人们每天都在生活，而能用心来体悟日常作息的人却是少之又少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用什么心来生活。深问，常听人说用心生活，此心为何？师答，此心便是平常心，平者平等之意，对待一切人事时地物，皆应以平等心来处之。人虽有善恶，但待人皆之以诚，事虽有好坏，但对事皆之以专，时虽有昼夜，但时时皆之以明，地虽有南北，但处处皆之以安，物虽有美丑，但物物皆之以理，常者不变之意，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皆无所变。得道莫得意，失去莫失意，一切不在意，事事皆如意。因此平常心就是时时保持平等之心来看待这个世界。自我审思，一，如何用心生活？二，用什么心生活？三，心为何不平等？感恩大家聆听达观法师一念之间有声书，让我们下期再会。